你看你这个样子，像个喝醉酒的呢。就是每次都下一身汗。他上初二回他歇过，咋我的代哥？欧刚在微信里说，你现在是跟……这咋害怕？你也不能动啊。你转过来，你是真害怕还是假？还是啥？你他没打过针。你把脸转过去。你把脸转过去。干嘛去？不是你把我搞得我满头都是汗，你把头转过去。你把头转过来，你别动脸。就是，头转过去。你别看，你别看，你把头转过去，你头转过来，你别看呀。别把自己给紧张晕了。快点吗？快点，一下就过去了。哎呦，我的天！哎呦，我的天！哎呦，孔真，哎呦，你把护士吓得不敢打了。哎呦，我的天！你要这样子，就给大夫说你别打了，后面。稍等会儿，稍等会儿，我先，我先，我自己控制着。麻烦你自己看吧。表演，哎呦，你不看一下就过去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你慢点慢点。哎呦，还没打呢。哎呦喂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哎呦，哎呦！你千万不要跑！我的娘哎！你把他肩膀这扶住吧。哎呦，别动呀，别动呀，哎呀。哎呦，我的娘哎！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娘哎！真的是，怪不得你说你再不陪他去打针了。哎呦，我的娘哎！哎呦，你准备再抓他了？他就消完毒了。哎呦，哎呦，你这功夫都打完了，真的是打完了。哎呦。别看哎呦我的天！你别看行不？哎呦我怕。不，真的，金针不疼。好好好好好！哎呀，金针不疼。哎呀，哎呦，你昨天讲过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快点！哎呦，那最烦的，我的娘哎！哎呦，哎呦，在这边，在这边。这边走，这边走。哎呦喂！哎呦！你要这样的话，下周肯定是一三五是要打针的，一个星期要打三次的这种针。你要的话，就给大夫说就不要。快，马上给做放疗来吧。咋办呢？你只能。马上做，马上大夫来带你做放疗了。马上四年了。哎呦！你喂，哎呦，压力烦你。哎呦，你这样讲了，这样讲，我走了。哎呦，我的呀！你手在不抓了，你手在这儿，我没办法抓了。哎呦。